小的时候应该很干净，可能我要再换1.0的，刚才试一下。那大的跟小的钢针要分开来用。不，你不用分开，也可以分开。你要大的、小的掺一块儿，弄吧。就大的、小的全部倒进去一块儿。 Thank you.
没开到，没事没事，十分钟吧，你跟他说，时间十分钟，这个下午。 这个做的话应该是一桌吧，可以放这么多，你就拿了三个是吧？好。他那个铜的，用男的。 拿了多少？要点细的。喂。我这跟规格都一样的，你们家咋能不是合作啊？那不能咋能打？至于咋能打？